大家都在说，这孩子没有危险的时候，这个爸爸在边上就是他妈最危险的。本来我是不信的啊，直到我看到了这个。这个样子哦，以后这个爸爸的这个氧气管，我跟你说，指定是保不住的。接下来，各路坑娃的爸爸，哎，又上场了哦，比如这位，还有这位，青葡萄，青葡萄，老师那啥，呀，这他妈是人干的事吗？啊，这早早退去。